其实呢，我十年前就已经有未雨绸缪的这个观念，我十年前就开始做硕生意。可是你知道，十年前那个时候什么叫做硕生意？就是定做硕生意。但是你知道，因为我十年前那时候还是小子女，没什么钱。你知道定一套硕生意就要3万块，于是呢，十年前就要三万块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是想说3万块我哪来的钱？我就在网络上一直找一找，看有没有便宜的硕生意。终于被我找到了，我就打电话请他来，请他就是做硕生意，他就说到府帮你量身定做，到府哦，然后3000块啊，只要3000块，对，本来是就是市场上都要3万块，可是他3000块，而且觊觎你的美色，他就说他们的那没有，他们那一间店是大概有40年的历史，那个人是第3代，而且他就跟我讲说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布料呢不一样，因为这是从阿嬷传下来的，每个穿我们家的塑身衣呢，就是都会就是 keep 得很好，像我阿嬷现在腰什么只有25腰什么什么，他就这样跟我讲，然后我就觉得。太棒了，就是我就是要这个。好，一个月后我收到他的塑身衣了，结果嘞，我穿上去不能呼吸，我照着镜子看着镜子里面自己，就看到阿嬷。阿嬷，对，早期的是塑身衣是布巾，而且一直缝一条，对对对，很多的车缝线，他就完全一个扣子，对，扣子，对，是扣子，就是真的太丑了。是，后来我想说算了，那我就直接用买的。然后就是买，所以我穿这种买的没有比较好看啊，这也是肤色啊，对啊，这也是很阿嬷哎，这个还好吧，但是它至少比较舒服，它有弹性。那我就穿了，它其实穿了蛮多年了，直到我跟现在的男友交往，他第一次看到我穿这个之后，他求求我不要再穿，他第一次看到他整个吓到，非常 care， 对，他就。几乎要跪下来求我不要再穿，所以我在镜头上看到你这个就是老师今天要介绍，对啦，漂亮一点的塑身衣，因为方瑜以前那一种比较是强力机能型的，那有些可能针对生产后他必须要去做，对，他功能型的那个比较强烈一点的话啊，那种可是那种东西通常就是穿起来，如果你是日常要穿着是不舒服的。对，我今天有带来一个是这种的，蛮好看的，好漂亮，这个好不做生意哦，好性感哦，它有跳舞，这是要性感吗？干脆你去换好不好？因为我看你今天穿那个，因为我就是因为他叫我不要再穿了，肉挤出来，就导致于我现在身材已经变形。因为现在很多女生都会穿这种低腰牛仔裤，然后如果是上班族或一般女生哦，很多我常常在那种咖啡厅里面就看到这种，她坐在那里呀，然后那个小腹就摊在低腰牛仔裤外面，因为它这个会挤上来，所以我就觉得。你懂吗？然后这边都会，所以方宇，你去帮我换，都还这样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很多肉都长掉下来，对，都长着，就是去穿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佩姐。我呢，我是因为很小开始拍戏啊，然后大家都会觉得我应该很小就接触到。化妆品啊，保养品啊，任何跟美有关的事物，以前我家都会有那个碗啊，然后调棒啊，然后那个刷子都会用，像蛋白就是一个大家都会知道的蛋肤蛋清啦，都会就是让皮肤很紧致，然后它功效好像就是那是以前，以前的东西就比较纯粹嘛，对，那现在蛋也绿豆粉，对，还有那个绿豆粉也不是绿豆粉了，对，它也被污染了，蛋也被污染了，对不对？它已经是。就是所谓的天然都不再天然，都不所谓天然都不天然。对，然后以前还会种芦荟，然后自己就搬开来挤那个汁来敷脸，那个还真的蛮有用的。对，那个可是那个不太就是手工不太好的人，弄到旁边一点绿绿的，那就是有一些黄黄的，还有中间那一块有毒啊外面。嗯。然后还听过朋友就是用那个牙膏来洗脸，哎呦天哪！对，当牙膏是宿醉吧？没有拿错了，是宿醉了，是真的哦。然后洗到现在就是朋友的美白吗？现在还在这样，而且一定要黑人牙膏，他们长痘痘的人去对贴牙膏，凉凉的，对，沙龙帕斯。对对对。然后还有就是以前对，有我有用过牙膏洗脸，是把它当牙膏洗脸，然后呢，因为牙膏里面有氟，一样洗面。有点像消毒水。对，可是那个朋友妈妈是洗了，觉得说到现在都还会继续在使用。但他皮肤一定变很敏感。
我也不晓得，但是就是固定在用这样的方式，所以就听过很多种就是坊间流传的方法。那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太小开始试，所以试到现在其实皮肤很敏感。我觉得佩姐其实因为她真的太早就接触到这些化妆品啊、保养品啊、香水啊、香氛。十几年前，他说小对啊，他小从小就演戏啊，以前演我女儿，对，真的对对。以前我那个化妆，佩姐还教我化妆。我们有一个戏是没有化妆师，我们两个都自己坐在化妆台上。对对。可是就像佩姐讲的，她可能太早就进入这个社会，所以呢，她的皮肤抵抗力是比较差的，就相较于同年纪的人来讲。对。然后佩姐现在可以选的是什么呢？就把你的抵抗力找回来，把你的自我修复力找回来。然后怎么找？其实现在坊间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商品，都是修复的。对，那瓶我爱，红色这瓶，对不对？这一瓶呢，它其实应该是去年的商品，真的。它讲的是什么呢？它就发现现在呢，尤其是25岁到35岁的女孩子啊，她们也都有做保养，然后呢，也有彻底清洁，可是为什么皮肤还是差？然后买再贵的保养品也都没有用。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，没有自我修复力变差了。所以这一瓶呢是提升皮肤的抵抗力。这种产品呢，也发现它的质地呢不会太稠，它就会让你的吸收力很好。有这瓶很有名。对，然后就会很舒服。然后这个是一种，然后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像。因为现在刚好进入秋冬嘛，其实皮肤会比较干一点点，那也要用修复力啊，那怎么办？你就可以选这一种。哦，这瓶也超好。欣美姐，你要试这瓶？为什么？这瓶因为它是一半水一半油，对，然后它没有乳化剂，所以敏感型的皮肤用也非常好。你们挤挤看，对，它一半是水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？透明的这个是咖啡跟透明。对对对对。它其实里面是双管，两管，它里面已经做，对对，里面是双管。它跟油怎么会融在一起？好特别。对对对，然后可是它融在一起之后又不黏腻。它这最主要是保湿吗？没有，它其实主要是抗氧化，然后跟修复。然后它为什么要做两管呢？因为有一些油相成分啊，如果你要让它的浓度到刚刚好的时候，它就不能跟水相在一起。对，所以它是把两管分开，用的时候 mix 在一起。这瓶也很适合。然后还有一瓶呢，是万一再更干的人怎么办呢？它其实是植物油，但是呢，它把它做成水凝霜。很像 butter， 对不对？老师，你也可以试看看。看起来很像引流，就是皮肤比较干的地方可以抹，对，可以。说超级干的，对，重点是它味道很舒服，它是一个天然的那个植物油味道。所以你是想来抹身体哪里吗？你是他的感觉是没有啊，就觉得好开心。味道有的时候出掉，然后你们一定要把它推看看，很舒服，好特别的味道。它是那种植物草跟木头的味道，对，它是草跟木头，好幸福，很高级的 SPA 中心，对对对对。可是它非常高级，它其实是很浓厚的植物油，對對對，但是它去把它做成水凝霜的质地，哦，它的质地好好，所以你不会很油啊，其实很柔，可是你很好推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它的技术。所以这一瓶我觉得，如果说要投资的话，就是小资女啊，其实也可以，因为它不贵。对，好，它也不贵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方瑜，好，有没有肉长带长回来了呢？长回来该长的地方，哎，有没有自信了？不一样，空气跑出来了，而且根本就变高了。不是做生意哎，我觉得它是皮肤，它是皮肤，真的。如果资料让我吓到，小玲姐，你如果再找一个，就是说你白天日常生活都能穿的，这一组真的是日常生活可以穿的。我先看一下它的侧面，我现在里面穿的就是肉色的。你先看它的侧面，刚才它的侧面其实小腹会凸出来，因为牛仔裤一定会把肉压进去。但是它现在你看，完全没有，没有，对。完全没有，好松哦，我的衣服。对，衣服你看，哎，对吼，对，你刚刚还有这个空间，没有空气，现在还有空气。现在反而又觉得衣服也大了，裤子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它绝对可以弯腰。而且你很难穿吗？很好穿，很好穿，超像皮肤的。我因为我刚刚近看它的料子，它好薄，就是没有看过那种高料。对，它这一件很特别的是哦，它是一件。他昵称他叫做隐形杀手，昵称他是隐形杀手，因为他穿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不管你的男友老公怎么摸，你都摸不到那个车缝线。对，真的假的？你摸，很像皮肤。
就是这一件吗？对，就是这件，它有肤色，它是浅肤色跟黑色，它很像一种穿的是无缝的内裤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无痕内裤的那种质地，舒服的颜色。对，我们仔细看哦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因为它的身体有光，对，你有没有看到它的身体的侧面出现了一道？你有没有看到光芒？对，有两条。其实这一件哦，这一件它这种隐形做身衣，它用的是两种不同的布料。首先是它整个的大面积的布料，你们摸它靠近肩膀的地方的那块布料哦，很舒服，很舒服，很薄，弹力很好。这个是来自意大利的，他们意大利的一个专利布料叫 Sensitive。它是能够帮助你360度，不管是直的、横的，360度完全服贴抓在你的皮肤上面，抓在你的皮肤上面。然后呢，中间你会看到这一块，如果我们把它反出来看的话，其实你会看到它没有车缝线。你看，嗯，哦，它是用贴合，它是用贴合技术，它是全新的贴合技术，所以你看它这个地方。它帮你的身体做一个 X 型的加压，中间这一块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莱卡布料。那莱卡布料它在直接加压的这种作用很好，可是如果你全部都是用直接加压会不舒服，所以它透过了两种不同的布料帮助你哦，它会很聪明的去找出你哪里比较软。哪里要塑，哪里比较硬，就不要去用力压它。好，你再看哦，就是一般来说，我们在穿这种衣这种塑身衣的时候，最怕的就是胸型被压掉了。所以它这一件，它前方的地方就做了一个大的 U 型剪裁，让你在穿内衣的时候不会去影响到你的胸型之外，它的侧边斜边的地方，它做了加宽加高的处理。所以你在穿的时候，其实它这个袋子很舒服，然后把两侧的肉向内集中，然后最后是它屁屁的地方帮你做了一个臀杯，臀型的罩杯，看，它透过了这样子。它有提臀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这边就有一条带子，把屁屁的肉向上带。所以长时间如果坐办公桌的人，有些时候你的屁屁会坐开，然后呢，或者是胃。小腹的地方，它可以帮助你，就是很舒服、很柔软的达到这种贴腹型的塑身效果。那这个是针对，就是说比较肚中广型的。那如果说有些女生她是臀部、腰臀的地方，或者是屁股，她臀部超可怕。这里，这个这条是她新一代的塑身裤。塑身裤，它是温柔的盔甲系列的。也是很薄哎，这个也可以当成搭上面。对对，它其实可以当内搭裤。对，内搭裤。但是我要把它打开给你们看它的里面，因为很多台湾女生。为什么一个短裤啊？看两层的。两层，它透过了一个加压弹力网，去把你的大腿跟臀部这个地方的肉收起来。然后呢，它在你的小腹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它再做一次加压。所以如果你是属于下半身比较有问题的，就用这种裤子。所以现在其实都有很多这样的东西，你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得到了。哦哟，最容易身材走山了，要不是腰臀不是臀的该怎么办？赶快帮自己找一件舒适又美观的塑身衣，雕塑身材的同时，约会也不怕吓跑男朋友哦。很多品牌都有推出这种复古的 feel 的包，譬如说你看像这个嘴唇。或者是今年也很流行那种复古的帽子，哇！